Ah.车手吗？哼！排名第二的是来自流火车队的小菊，一个
个神秘的女孩子，第一次参加，她就是小橘子呀。这里是极速梦想的冠军赛现场。领先的前三名毫无悬念，本届的黑马小橘子排第一，上届冠军白永泰排第二，还有超级车手毛美拉。最后一个弯道，让我们一起目睹新的冠军诞生。上次的冠军就是白永泰让给的，要不是他赢冠军，下辈子吧。谁让你让我的？这分明是对我的侮辱！小橘子，放开！我认识一个女孩，从小就喜欢赛车。这种连男孩子都扛不住的艰苦训练，他依然不断努力，即使曾经跌倒过，但他却从来不哭，坚强地爬起来，继续完成自己的梦想。你看，你身边有那么多人支持你呢。原来这才是我18岁最好的生日礼物。以前可以，现在你也可以，让梦想再次出发吧。
2014年 QQ 飞车也将持续打造泛竞速生态圈概念，为玩家提供更多创新玩法。极速不只是漂移， QQ 飞车给极速更广阔的定义。2014年1月， QQ 飞车将突破性的推出全新轮滑玩法，在实现玩法创新的同时，以更简洁的游戏操作、更炫酷的动作画面突破赛道界限，描绘全新竞速世界。In the future, there will be only one race. Only one racer brave enough. Only one racer determined enough. And only one champion.